112年电影艺术分享计划萤火虫电影院又要登场了，精选优质国片前进玉里镇，走进在地生活圈，触屏台位秀就来看电影，体验不一样的观影经验。最接地气的萤火虫电影院今年夏天再登场，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与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合作办理112年电影艺术分享计划萤火虫电影院，精选优质的国片前进玉里镇，走进在地的生活圈，错边头尾相聚看电影，体验不一样的观影经验。从花莲过来为我服务啊，我希望说以后还有更多这样的活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还有我们的志工办到7:30就已经在这里集合了，我们有好多个志工啊，要谢谢你们今天的帮忙，谢谢。里长表示，112年电影艺术分享计划萤火虫电影院是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年度计划，透过这项计划将优质国片推广到各个地区，提供当地民众美学的感动。除了培养国片观影人口之外，也结合在地社群资源，挑选适合社区文化氛围及议题影片，让民众有机会接触电影美学，认识多元议题，凝聚社区共识，进而提升文化禁用权。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